伸冤啊！何人击鼓？咦，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？做咩仲要伸冤？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，佢仲话可以揾埋大状代我追讨，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！根据法例，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，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7年。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，揾法援署、香港律师会、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。